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切一个网上纸，因为有粉丝私下来跟我说，这个纸箱纸壳它能不能切割？它大概有个3到5毫米吧，然后各类各样都有了。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网上纸的切割，这个效果是怎样的？大家一起去看视频。好，我们今天用这台机器来切割网上纸这种纸板，也类似于纸壳，然后我看它切割的效果。来，开始。咱们近距离看一下。切割完一个效果，咱们看一下一个断面。这是背面。效果不错。